紧邻李忠县美术馆，一直连通西归浦每日偶来市场，洋溢着艺术家韵味的这个地方，正是李忠县文化之街。在这里最先看到的作品就是他通过现代方式重新解释李仲燮画家上路的一家人的雕塑品，就是第36号作品《上路的一家人》。作品描绘着和家人一起寻找理想国度的身影，李仲燮画家的《上路的一家人》表达了对因韩国战争和贫穷而不得不生离死别的家人的思念，是李仲燮画家1950年代的作品。重新解释原作的这部作品发挥着李仲燮街道的图片区的作用。就在旁边有一座作为社区创造空间的艺术之家，还请大家光临此处欣赏一下入住作家们的各种艺术作品。如果沿着每周开市的艺术市场一路走来，就可以看到位于左侧的漂亮咖啡屋，在这里下一件作品正等候大家的光临。要不要一边在艺术市场细细观赏艺术家们的作品，一边一同前往咖啡屋？